不经一番排队苦，哪得水煎包扑鼻香啊！排了又排，等了又等，大家这么辛苦，都是为了这一颗水煎包。每当午后，就有一群人自动排队。由于价格便宜又好吃，每个人都是大手笔购买，老板现包现蒸，用料不手软，还有加入特殊香料，大口咬下，鲜美肉汁四溢，吃得到扎实的青葱与肉馅。此外，店内人气火红的黑糖大饼，常常只要一出炉，马上就被抢购一空。想要一尝美食的朋友，记得要早点来排队哦。